Calma.混沌的话呢，基本上我们讲了很多期嘛，然后就一直有人在 play。我先等等啊。我们不一样，每个人都懂不懂的境遇。哦，我在干嘛？我们在这里，在这里等你。我们按照顺序讲好了，不然我真的会乱掉。可以吗，各位？2800。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游戏哦。非常的过分啊。你看你看。你看你看。观众啊。就是这么猛啦。先讲矿战齁。那这边就有和平矿洞的介绍。那矿战呢，它分为和平矿战跟矿产心得。就这些的战报，那我稍微玩给你们看哦。那像这个就和平矿洞哦，那我们可以进来啊，去采一下矿是吗？So good。那今天先讲和平矿洞好了。那像这边就是所谓的矿洞副本，嘛就是讲咧，先来讲矿战好啊。啊，矿战各分为这两个系统啦。啊，第二个是一个矿产争夺。啊，我们今天先讲和平矿洞好了。所以标题要打什么？要打和平矿，就讲矿战就好了。那我相对应的奖励吧。是啊。小福哦，小福的装备也不错哎。